妈，小雨就是爸，爸，然后还在拉聊天。我以为你免疫了、欸。没有，我在拉聊天。那只是一个爸。叮咚叮咚，哎呦，抓到了！拍谁歪出去？抓到了！提醒你要死了。八了提醒我八点了。提醒你要小心喽，不要世界外喽，要小心喽。可惜他慢了十秒。二零，你还有在做什么更新了吗？提醒我八点。小更新就有小更新的吗？你现在更新新内容没有？变了吗？在变。是那张有做什么修改吗？哦，就是有桥，但是桥很危险。哈，高招、哦！你以为你这样说我们就会玩吗？我们今天就偏不玩。那你这种很辛苦的弄中原大陆弄了老半天，哎，我不玩，不玩就不玩，不玩就不玩，不玩就不玩。其实没有很辛苦，就偷懒下班了。哦，抓到新生。抓到你给我下去那你到底把那个什么哈基当不了间谍那个删掉了没没有没有，你那是天生 buff， 你永远删不掉了。没有你想测试吗？那我们今天第一场就来间谍啊，天生技，天生技那是你的天生技，你永远改变不了了。四对一对四个人感觉还可以啊。四对你想要在哪一关啊？你想要在哪一关当国王？当国王，峡谷片绿色的感觉跟你还蛮合的。我拜拜。你们又没有？干嘛？因为你喜欢绿色啊。当不到未必要，我就算了。可以。那我们第一场就内斗喽。那哈基有机会。有机会。哎。不要难过啊，说不定你真的就当到啦。相信自己可以的。第一张地图比较简单，5000分。5000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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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随机分队。叮叮叮。哎呦，哈基很有机会当间谍哦，可是有团团把他拉走怎么办？啊，团团你走在那，我原本想说，如果哈基是间谍，就在他是我们这一队就是 H 三啊，对啊，那就没办法了。没有啦，搞不好今天真的是他，没有搞不好真的是他，对不对？没有，我觉得就是你了。团团团应该是我跟小雨之中会有间谍，那应该是你吧？我很少当间谍，我还哇哇哇。才间谍嘞！啊、哦，不是，我是说认真的、啊。我后来仔细回想，好像也只当过一次、啊。结果你今天就当间谍了，你今天就当。哦、我也是，我是说认真的、啊。你今天会当第二次。哎呦！对啊，没问题的。OK， 来，期待啦。放开。哎呦，聊天室没在动，是不是？重新解。坏掉了。坏了。我看一下聊天室。我好像是因为我都一直当国王，有动了，对啊，你都国王命啊，你跟哈基都国王命。我只有有一次在讲说，哎、欸，如果我当间谍就要讲，然后那次又当间谍。你刚刚讲了、啊，看来今天稍微哎，对啊，而且你当间谍那一次是巧克力直接猜到你是间谍，刚开场的时候，刚开场。很衰啊、我跟你讲，现在连开场都还没开场，我就猜到你是间谍了。哇，我猜是你，就是你。我跟你讲，87%就是。我没有用到那个、哦。有，直接变国王，给我跪下。接下来来得及吗？随机我们开始。钱都给我。哎呀！跪下！为什么我跑？我还是跑不了啊！骗我。哎，可以，我从摩托车跑下来了。可以跑，差点都忘了。为什么？不是小雨就巧克力啦，我是国王、啊、小雨是国王哎、欸，对啊，所以就巧克力啦，就是你了。天国王是谁？哦，懂了。我都还在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开间谍模式了？因为国王刚刚都不小心按错了。预设是有开间谍吗？那应该有。有技巧的话，不是我，真的不是啊。看来就是你。
哎呦，哎、欸，那反过来哈基有可能哦。哎呦，哎呦，对啊，他这次没当国王，难得不是国王、哦。你等一下再看他直接跑过我们这，跑到我们这边来啊。我觉得他说不定会假装有没有，跑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就炸你，然后等一下听到他笑很爽。哎、欸，国王，你就拿到给你钱了。哎、欸，国王头上啊，国王。哎、欸，国王看到，国王看到。给你。想到你。哎、欸，国王后面啊，国王。哦，可以。有吗？有吗？你才三块。有，我在帮他集资啊。光，我这里有。下面有铁。五万块。哎、欸，有，刚好了。我操！今天会打几次哈欠？上去了，上去了。你再走这里下来哦。呵。哦，跳。快！他们要换稿了，你怎么还没有稿？国王在跳了。国王别再跳了，搞一下，国王。搞起来，还好这次没仙人掌。国王赶快搞一下。我太忙。快点回来啊！这里哎、欸，巧克力。多少钱才挖中间？30，还要再30吧。20块吧，你这边黄金都挖走就可以了。4块，一定够。然后够，对，然后再升一阶级就可以。够。哇，他们我掉，他们大富大贵，而且他们没有给二零哎，他们对啊，他们这样来集资哎，吵架了，吵架。哎、欸，巧克力，哦，你好了，我10块，他们很明显是吵架了，军富卡吗？军富卡，欸、真的是军富哎、欸，好平均哦，使用军富卡，嗯，大家都平等，哎，这个桥是变样子。哎呦，没事。哦，哎呦，这是我的洞。哎，没事，摔不死。有钱了。有钱了。30、20。哎、欸，你快给我嘛，拜托。我在算那个钱。呵呵呵呵呵，应该够了。你说这边好像旁边有铁，嗯，我想要直接变黑曜石狗在心算。哦。有光可以买个奴隶。有光在回家的路上。20、30，有，黑曜石狗，挖好挖满。哎、欸，楼下很多金哦。哦哟。金闪闪，哎呀，你们想去对面乱？不过他们军富卡，军富就代表每一个人都乱不了了。对，哎、欸，他们真的是军富啊！我说他现在领，好平均哦！我的妈呀，总某方面好厉害、欸，很猛。他们加起来钱比我们多哎、欸。对啊，我们明明就挖了中间，可是感觉就比他们还穷。只有国王一个人有钱呢。完了，开始觉得共产主义好像还不错了。哇，笑死！要军富啊，嗯，我们这个很明显啊，帝国主义啊，全都在国王身上啊。没事，你看国王升了两阶。哎呦，国王引进奴隶政策，果然是帝国主义啊。帝国时代。这样他们应该不能有奴隶。嗯，娃，我仿佛又听到他们讲了，对面怎么那么穷？哇，没有，经济起飞了，经济起飞了。有，我看到杰瑞瞬间变成80块了，刚才从0块变成80块。可以，他们现在一定还没有奴隶。我刚刚中了一波乐透了，啊，中大奖。投资理财有赚有赔啊！我终于赚了。我的国家一直以来好丑哦。什么好丑？你在丑？全身锁链丑爆了。而且我的衣服加上条纹，看起来会有一种迷幻效果。对啊，穿看起来超强的。等下对面看到头晕了。像非洲某个动物有没有？你这样好像外星人哦。就是很神秘的样子啊！我很久以前穿过一次锁链装的事，人跟我讲，我这个 skin 穿起来长得太奇怪了。哎、欸，有人巧克力，有人说你 YouTube 超down 的、欸，我又不很down。有人这样讲吗？你看一下。没有啊，
好吧，那你起，那应该是你的网络问题咯。反呛一下，反呛一下。看起来还好啊，他们只说什么南北战争要开打了。对啊，就只是性感动动装。超恐怖动动装。就是那种啊，什么番茄酱跟酱油的战争啊。又来了，是不是？又来又来了。我是教派的。啊、教派教派。我们是锁链派的。锁链。不要啊，等一下打不赢啊，如果是绝对打不赢，绝对输。对，对面就开始打开锁链。哈，对面说：“哎、欸，他们怎么了？衣服怎么都是装备 bug 吗？全身都是锁链，他们是不是太穷了？还被抢一波。”跟你讲，那最难过的会是那个间谍，真的看到自己国家全都是用穷困潦倒，一定不想回去。我们国家怎么穷啊？要倒戈了，要倒戈了。看看哦。哎，这样子我觉得不错哎，可以有一个新事件呢、啊。哇，就是倒戈卡。倒戈就随机随机投票，没有，就间谍模式底下，然后有机会出现那个事件，就是间谍就变成是倒戈了。变成不是间谍了，就没间谍。对啊，我之前有提议过啊，间谍的事情有没有？然后就哎，啥事啊？脏话骂出来，遣返回去了，然后又被遣返回来。原本遣返回去了，然后做、欸。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第一晚遭到间谍，他们五个人，那就变倒戈啊，怎么办？就要被遣返回去了。那感觉蛮巴西的，这一定在整间谍，真的。那这样的话，他就玩不到了。设计只能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才会有，这间谍就已经做了很多事了，然后就发现都是在害自己，都是害自己。赞哦！突然发现自己是双面间谍。嗯，而且自己还不知道。对。感觉很蠢，感觉就很悲伤。有人说，那么那个，如果有这个事件出来的话，哈基就会当间谍了，他就会被倒戈。本性还是像还是不是间谍啊？好可怜哦，反反间谍等于没有，惨兮兮，起来就不负责任啊！啊！白痴哦，怎么换稿子？天啊！陈龙，你还没黑曜石哦？我还在拿铁稿。喂，你能忘换？你去换一下，换。你能花了那么多钱了？聊天，聊天聊太嗨了。没关系，白痴，你不是唯一一个。你不能忘起来很。队友都坑了，队友都坑了。最后希望。啊、这样你们很猛哎、欸，挖的速度比较慢，还那么多钱。铁稿最后希望。因为我刚刚挖完之后放在墙面上一整排都是铁，太爽了！来，快要600秒，千万不要来！天哪，你别去吧，对吧、啊？好，那我走了。怕我挖了一条路啦，你可以走、那你可以挖，走，你可以 support you， 我有金刚不坏了啊。用我乱扔垃圾，你把什么剑啊，什么稿子啊？啊，时间点来不及，我直接过去呢。好、啊，走。汪汪，那你不是说每一关都会有一个小彩蛋的东西？那这关在哪？这关当初设计有，会不会没有？那好像是说每一关都有。有吧？因为上次玩的时候有那个啊。记得有拿布斯图腾是不是？对啊。是。哇，你还锁链装啊你？我还没回家，我刚刚日子没回家。没关系，没事，他们没人来。通风排汗呐、啊。嗯，看起来是。等一下，哦，上面是有自己人。对，自己人。哇！赶快挖！都没来。走人。那我。别说把路。我怕有炸弹。好，没事。走了，回家了。帮你盖个遮雨棚哎。可以，走，三。为什么你这条路？哈？上面没有通。还没通啊。
哦，你是下来挖回去？对呀、啊，我刚是从侧边挖下来。哦，跟着你回去。就需要一大堆铁矿。耶，我帮你。可以。小意思啊，小意思啊，都只有铁啊。有铁就不错了，好吗？错惨了，错惨了。神你。挖了起码十颗了，真的，走了。哪里？赚十块啊，赚了一个金矿哎、欸。好像是呢，好像蛮，好像没错啦。你也太乐观了，玩乐观之人，乐观之国。在这里，那我们要来真的喽。那我去买奴隶三阶。哇，他是大富豪，他是大富豪！哇，钱也太多了吧！后面他们只是没花钱。奴隶哟，三阶奴隶。订阅看的，感谢订阅。领个100块。哎呀，你竟然是一个小玉。哦，竟然是一个小玉，哈哈，讲错了。又升了，又升了。我想说，你竟然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哦，这给你好了，哦、给你，可以吗？还是蛮多金的啊。哦，多金，我一离开就多金了是吧？哇，抓到了，抓到了，单番是谁我不说了。哇哦，那就换了。哎、啊，小雨这边，小雨脚下。哦，哇，哎，换装备。我听到团父母豪迈的笑声，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太豪迈了吧？听到隔壁传过来的。哇塞！三等，你在付了、哦？对啊。哇！啊、糟了！怎么了？我装备买过头了，没有东东装，要去试一试。我们的团队制服没了。谁要洞洞装啊？他不是说要穿洞洞装？会输哦！才不要、啊！我都被打超痛的，肯定狙狙啊！我好麻烦啊！小怎么全都变防弹了？应该买个弓也一起来了，一起买。附魔，附魔。哎，估计哈基又要来拆直升机了。我附完就可以去打他。还没先，先还没附弓。先弄基本的装备。感谢碎定。不客气。哎呀，今天差一点。好彩。我们这是打慢，打慢的是，现在大家都没分数哎。佛系国王。有可能也都在弄装备哦、嗯。没有，他们家没人，我已经闯进来了。好、啊，那人呢？在挖，在挖矿吧。